Vivo Life 如何使用悠游卡？ Vivo Life 是一只整合悠游卡功能的智慧型手表，不管是搭捷运、公车、火车或租借 U-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，甚至到便利超商消费，直接感应您的 Vivo Life 就能进行支付。这支影片将教您如何使用 Vivo Life 的悠游卡功能，如何储值。您可以至附近的捷运站或超商进行储值，在手表开机的状态下，将表面放置在感测器上方，决定您想储存的金额。加值成功后，目前余额就会显示在手表上了。查看余额，长压右侧按键，选择悠游卡吐示，您就可以看到目前余额。如何使用？搭乘大众运输之前，只要将手表靠近感测器处，就会自动帮您扣款。而在手表上也可查看最近的交易记录，查询卡号，长按荧幕，选择设定，选择系统，选择关于，您就可以看到悠游卡的票证卡号。这就是如何在 Vivo Life 手表上使用悠游卡的功能。谢谢收看。